三个大应该可以看到一个第一个 A 的正方形，所以总共可以看到三个正方形，然后两几个段还有长方形，所以这里同学可以想到应该是什么呢 ？A 加 B 的平方跟什么呢 ？A 减 B 的平方。如果是走 A 加 B 的平方，就会变成 A 平方加 2AB 加上 B 平方。好，那同学这边所走的应该会出现的 A 平方减 2AB 加上 B 平方，所以这里面 A 平方跟 B 平方同学是可以得到的。好，那你先擦亮好了。